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由于元朝统治者害怕文天祥留在南方成为后患，宋恭帝德佑二年二月，文天祥被押解前往大都，途经镇江之时，在众多义士豪杰的帮助之下，文天祥虎口脱险，历经艰险，终于来到宋军守卫下的真州。快开城门！什么人？来者何人？文天祥丞相在镇江逃脱，特来投奔。啊！你可听得清楚？千真万确，说是文丞相从镇江逃脱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大家伙眼睛放亮些，都给我精神起来。如果是文丞相，列队欢迎；如果是乔装的援兵，就马上进攻，听我号令。是。开城门。啊！各位将士辛苦了。文丞相，真的是你。丞相，快请。啊。文丞相，您的随从我已遣人带至直司，必须检查所带兵器，眼下非常时期，敬请见谅。苗安抚，你做得好，真州防御如此严密，我深感欣慰。真州被困已久，现在朝廷情况如何？朝廷已向元人交上了降表，临安陷落。什么？那皇上呢？皇上即将被送往大都。我此番虎口脱险，希望能够集结秦王义师，光复大宋。看到你们严阵以待，心里就知道大宋还没有亡。文丞相，以两淮的兵力足以收复失地，可是淮东李廷芝切不敢进，淮西下贵又一向同淮东不和，一直都不能合力进取。国难当头，哪能有如此嫌隙？此计文丞相坐镇，打通两淮脉络，消除嫌隙，我想不出一月之内就能大举起兵，只要将援兵赶出淮河地区，江南可定，我大宋复兴指日可待。如何步兵排阵？首先淮西下贵部直取健康，援军必然会竭力抵御我淮西之兵，同时指挥淮南主将，以驻扎在通泰二州的我军攻打湾头，以高邮、宝应、淮安兵攻打扬子桥，以扬州守军攻打瓜埠，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。如若同一天大举进攻，北边的援兵必定无法及时救援，而且湾头、扬子桥的援军大多由投降的宋兵组成，兵卒对元人心怀怨恨，沿江防守脆弱，日夜盼望王师到来，故一攻即破，继而三面围攻瓜埠，我再从长江水面进逼，即使再有智谋的人也无法来解救援军了。占领瓜埠后，以淮东各军进攻京口，淮西兵则往金陵进攻，同时切断援军在两浙的退路，
援军必成瓮中之鳖。妙计妙计，只要两淮将士团结一心，忠心保国，先取两浙乃是易如反掌。我现在就给各城守将写信。温天祥的到来给了真州将士莫大的鼓舞，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驻守淮西的夏桂已然率部归附元朝。苗安府淮东来信。怎样，李廷芝愿意出兵？苗安府出什么事了？李廷芝向来窝在扬州拥兵自重，消极防守，切不敢进，再加上他同淮西下贵素有嫌隙，不愿出兵也在意料之中。淮西下贵也想远了，还有你看吧。啊，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说文丞相是来劝降转城的，我也不相信呐。信上要您将文丞相处决，以正军法。这可是文丞相，他不是那种投敌卖国的人呐。我明白，可是人家证据确凿，是回扬州城的逃兵带的消息。可万一是元人的反间计呢？信上还说，押解文丞相是元人大事，重兵看守，绝无丞相逃脱之力。况且就算文丞相能够逃出来，怎么可能带了12个人一起逃出来？难道元人就敞开城门让他们走？可是您真的要下令处决文丞相啊？你去请文丞相到清边堂。苗安府，文丞相来了。文丞相，苗安府，是不是淮东淮西来消息了？丞相，您看这幅苏武牧羊。忠贞以下生前定，老节须从死后修。是不是合兵抗元之事有了差错？淮西下贵已经降元，淮东李廷芝也拒不出兵，江山危亡，社稷不保，他们竟然卖国求荣，苟且偷生。您有什么打算？就算合兵不成，我们也能联合豪杰义士，将两浙地区的援兵逐个驱逐。如若不成呢？不成功便成人。李陵罪在偷生日，苏武攻城未死时。苗安府，你我二人应当都不是李陵之辈吧？文丞相，明天一早让王都统带您去看看城防。明早出城之后你就让文丞相走。是，可他又能往哪儿走啊？南方，现在朝廷不是已经迁往南方了吗？慢着，你再遣人送送文丞相，如果他往南走，说明他有可能不是叛臣，但如若他往北走，那他肯定归附元人了。啊，那只能将他正法。现在非常时期，如果真的连文丞相都归附了元人，这山河上下就没有一寸王土了。文丞相，咱们出城看看小西门城楼的建房如何？好。
王都统，这是……实不相瞒，文丞相，扬州来信说您已经归附元人，前往真州招降转城。一派胡言！李廷芝要求苗安府处决丞相，苗安府不忍，所以只能悄悄放走文丞相。我是从元人手中逃脱而来，怎么会是元人遣来招降的呢？扬州城里有个逃回来的士兵亲口作证，所以李廷芝咬定您是叛臣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天哪，这是元人的奸计呀！文丞相，待会儿会派人来送盘缠衣物，在下告辞，保重。丞相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扬州。驾驾。御御。文丞相，我是徐禄芬，这位是张禄芬。啊，奉苗安府之意，我二人带来了衣物钱粮，特地前来相送。啊，有劳二位了。今日之事，是非苗安府之意，乃是李廷芝要杀丞相，苗安府不忍，所以出此下策。文丞相，这是要往哪儿走？扬州。扬州去不得啊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去扬州，见了李廷芝，把事情说清楚。苗安府的意思是送丞相去淮东。淮东下跪已经降元，我们此去为何？况且整个淮东已经陷落，援兵四部，无路可归。可是去了扬州，李廷芝如若要杀丞相怎么办？我如若不去扬州，就得背着叛臣贼子的恶名，我去了自会真相大白。李廷芝如果信任我，还能让他出兵收复失地，即便不行，我们也能借道海路去往南方。我相信找到朝廷自有说法。文丞相，李廷芝是容不得您的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带您到山里去避一避再说。生则生，死则死，我已决定前往扬州，二位就不必多说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好。其实苗安府已经备好了船只，文丞相从江上走，归南归北都可以。归北？你们是何居心？难道苗安府也怀疑我了，让你们来试探？文丞相息怒，事关重大，苗安府也是逼不得已才对丞相将信将疑。我们弟兄二人前来，实是试探丞相真心，苗安府命我们见机行事。我等见文丞相是大忠臣，回去之后自会禀明清楚。文丞相，此去路途艰险，一路多多保重。保重。怎么样？守兵不开城门，我花了银子才让一个小兵说话，他们不能放您进城，说是李廷芝下令，只要是自称文丞相的进城，就立即缉拿，割杀勿论。那我们只能途经高邮，然后到通州，走海路到南方找到朝廷。到通州需走五六百里地，这一路援兵四伏，我刚才还被两个援兵游骑抓住，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银两才被放回来。不到南方，难申报国之志，找到朝廷，我们就能重招义军，收复失地，保卫社稷国家。上路吧。歇会儿再走吧。天黑前咱们
们最好翻过这座山。可是您的身体……我没事，赶路。丞相，您就歇会儿吧。不行，趁着天黑赶路，天亮了还得躲避援兵。猿人的骑兵，如果猿兵进来，咱们丞相，猿人的骑兵走远了。丞相，你们看好丞相，我去找些草药回来。劳驾你们生个火熬药。好嘞。丞相，在那个院子里，赶紧上路，别等天亮，太危险。丞相，您先歇会儿，我碰上两位樵夫，他们愿意带咱们走山上的小路，这样白天也能躲过援兵的搜查。我没事了，辛苦你们了。文丞相，我们虽然是山野村夫，但您忠烈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过了。能够帮您，我们高兴。我听说上午有一大队追捕您的猿人骑兵，你们没碰上吧？我们就是在这儿躲过去的。他们就没进来看一下？那时候下起了大雨，我估计他们也是想找个能避雨的地方，所以才匆忙而过。真是老天保佑啊。丞相，您就听我一句，歇歇再赶路好吗？事不宜迟，文丞相，您真要走好办，我们哥俩马上做个简单的轿子背着您走，您看行吗？有劳二位了。哎，起，上路了。经历重重险阻，文天祥一行终于躲过了援兵的追击，到达通州，并随即乘船泛海南归。吉日随风北海游，回从扬子大江头，尘心一片词真实，不止南方不肯休。德佑二年闰三月，文天祥回到南宋占据的地方，他计划在闽广重举义旗，团结各方义兵，统一部署，复兴宋室。德佑二年五月初一，在张世杰等人奉义王即帝位于福州，改元景琰，是为宋端宗。广王晋封为魏王，文天祥奉诏来到福州，并被任命为右丞相、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。世杰，现在朝廷有多少兵马？只有我的兵马。你的？那朝廷的在哪里？这，你刚回来，好些事情还不清楚。我只知道复兴社稷，现在我们兵力不足，只能力保宋氏延续，方能从长计议。你这是拥兵自重，这样如何保得大宋江山？我有我的打算。纲常不立，
全弃用事，如若不能广起义军，我们如何收复失地？社稷宗庙何以保全？义军一事就交给你吧，丞相，我先告辞。很快，文天祥在南建州开督府，派人到各地招兵筹饷，福建、广东、江西的许多文臣武将、地方名士、秦王军旧部纷纷前来投效，很快组成了一支督府军，规模声势都比过去的秦王军大得多。但是朝中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，成为抗元军事行动的一大隐患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，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岁末感恩年度功德总回向，日期11月9日星期六。上午9点半，恭送《阿弥陀经》暨佛前大供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下午2点，余切焰口法会，恭请湛江法师主法。地点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：0722123232，0722123232，072820278。0728202278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新逢小神通月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成1000亿兆倍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主法。时间：11月18日星期一，8点半八关斋戒法会，13点半礼拜大悲忏。地点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联络电话：0398993199，039899319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上师如此教导，为利益上中下根者，而在龙年秋季的第2个月第8日，在红岩谷传授此禅修教研之殊胜经幔。升起与圆满合一，有缘念与无缘念的修持指导。
拉谢国王向莲花生大士问道：“大师，祈求您赐予我们结合有缘念与无缘念修持的直指教言。”如此说完，国王向莲师献上黄金曼达，并随着请法而进行一座会供。莲师随后便给予以下教言：嗡阿哄。这是认清三种子字身与意大印的教言。不论你留住在什么地方，你所在地方就是闭关处，你的身之山岳，此处住着隐居的修行者，你的心。首先，观想自己为本尊，在一刹那间意念起完整的本尊身形，认清此身形，连同其色彩、法器、颜饰、衣着在内，其栩栩如生的显现，即为报身。认清此本尊身形，即为化身。虽然能看见，却不具实质，不是由任何物质所组成。当你如此观想时，认清你的心不是千变万化的念头，而是法身，并且它保持明澈与无念，有如不为风动的酥油灯焰。认清所观想的本尊，除了可在你视其为本尊体性的心中找到之外，无法在他处寻获。接着，以身与意加持此本尊，观想在你的头顶上有个四幅的法轮，其上有白色的嗡字，认清其为一切善事身的体性。观想在你的喉间有四瓣的莲花，其上有红色的阿字，认清其为一切善事语的体性。观想在你的心中央有个十字的金刚杵，杵的中心有蓝色的哄字，认清其为一切善事意的体性。